叔叔，欢迎欢迎，我们这样小的社团能有您这样的嘉宾，是我们的荣幸。不知道下次歌会能不能请到您啊？如果工作不忙，应该会来。偶像吗？偶像吗？哎呀，你矜持点儿，生生说话呀，人家来我们这做客，我们得招待。回呀回呀回呀！啊，说。 我不知道怎么招待啊！见面了，但不是随便见面的，是为了录音录歌。你们真见面了？但现场好多好多人，全是完美配音的人。听听听听，他命也太好了吧！等会儿再说，先让生生招呼贵客，人家好不容易来一回，得好好招待。嗯，招待招待。哎，生生私信私信。私信呀，你让人家有点隐私吧，要不你找不着女朋友。生生，你快看，说不定枪尼斯找你有事儿呢。对，忽然找你，应该是有正事。嗯，不一定是他吧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哎呀，走了走了，看一眼又怎么了？那你看，我外面等你。 哎呀，弄好了，你听听看，有什么问题，有问题跟我说。今天那个女孩，我听说你对人家挺特别的呀。你吃药了没有？吃了吃了，难得碰上一个心动的姑娘，你得加把劲儿啊！哎，但是得掌握好这个尺寸跟火候啊。 别用力过猛了，听见没有？我听听。我直播还要唱了好几首呢。